哪一刻突然觉得自己的青春结束了，是当黄昏响起的时候，瞬间泪流满面。还是许嵩终于等到他的粉丝长大。3、2、1。Superstar 再次响起的时候，是谁的点雷动了？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我只爱你。You are my superstar。那些陪伴我们整个童年的面孔，都在悄无声息离开。我们这一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在一起做节目。这话说的，因为我们退休嘛。你别这么说呀。退休了，老太太，我会想你们。一直以为何老师会永远年轻，但看到他穿针止不住手抖的时候，真的会破防。曾经的跑男穿着统一的衣服杀红了眼，现在他们却穿着最精致的衣服做着简单的游戏。可以再看一遍火影，但不会再有第二次青春。咱们大队欢迎六十七号在火影忍者在本月十号正式迎来完结。对许多喜爱火影忍者的漫画迷来说呢，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转变。周杰伦的粉丝都变成了爸爸妈妈。哎，有觉得我老了吗？有觉得我的嗓子怪怪的吗？今年的世界杯，诸神也迎来了黄昏之战。没有人永远二十岁，他们的青春结束了，而我们的青春呢？